第十八题，请问下图中甲位置的磁场方向为何？我们知道磁场方向就是磁力线的切线方向，就是 N 极所指示的方向，就是 N 极的受力方向。我们也晓得磁力线的方向在磁铁外面是从 N 到 S，在磁铁里面是从 S 到 N。题目上告诉我，A 能够被 N 极吸引，所以 A 就是 S 极，一是 B 就是 N 极。由磁力线是彼此相连，所以表示互相吸引，所以 C 就是 S 极，G 就是 N 极。磁力线是分开，表示互相排斥，所以 E 就是 N 极，F 就是 S 极。那我们晓得磁力线在外面是从 N 到 S，在里面是 S 到 N，所以呢，我们这里的磁力线都是要朝向 S 极进去的。那么磁力线的切线方向就是磁场方向，所以这个切线是像这样的切，所以我们就晓得第十八题问，请问下图中甲位置的磁场方向为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一个朝左下角的箭头。